我是命运大师的徒弟，我叫林童。我跟师傅有密教寺，千里迢迢，长途跋涉，一路上翻山越岭，困难重重，千辛万苦来到这里，请老人家收我为徒，帮我打通经脉，请受徒我一拜。哎，又多了个傻瓜，小子，你被人家耍了，这里根本就没有加纳这个人呢，你回去吧。还不承认，让我试试。我说一面接九指手印，一面还要大声呼喝运行，气和术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，给对方最强大的打击，进而能够以自己的意志支配对方的心灵。